新密投资融入社区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大湾地产经纪 Steve 曲杰纯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到身后这一套1471 Bramwell Drive， 让我们来看看。Steve， 现在让我介绍你一下这个房子里面最有趣的地点，就是它的厨房。华人最爱。哎，我为什么讲有趣？因为华人最爱。这是他很大的西洋式的厨房，在25年前，他就里面充满了最高级的电器用品。我有看到像这个 Thermador 这个 Sub-Zero 等等，这应该算是排名前三的电器。是的，25年前用这个真的太少见了。对的，同时的时候呢，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下，你看他在25年前他就设计了一个中国式厨房，他的中式厨房还有一个特别的特点，他有大大的抽油烟机，同时的时候呢，他的门是可以打开的，所以的时候呢，他这个房子是几乎完全不可能有油烟的。就像你说的，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做完菜，如果比如说我在院子里请客人，哎，是的，直接送出去。对的。好，我现在再带你看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你记得上一集我就跟你解释过，有一个楼梯通向一个地方，那个楼梯呢就是通向厨房。哦，就是这儿。是的，这个楼梯的目的呢是便利佣人上菜，还有呢这个楼梯下去就是佣人住的地方。哦，它是彻底的把这个佣人和这个屋主生活就给隔开了，这样不打扰。对的。啊，那很同时的时候呢，佣人的房间呢跟他真正要工作的地方是非常的接近。很巧妙的一个设计。好设计师。对啊，像你说的真的是很用心。好，现在的时候呢，我再带你去看另外一边的二楼，屋主呢精心设计的一个非常漂亮有品味的书房。我们经常会在香港电影里面看到这种设计的书房，因为又很温馨又很有气派。你看它特别高挑的屋顶，所有 building 的音响设备全部都有，而且像你说的到处都是画作。嗯。哦，这就到三楼。哎，没有，我还没有秀你完毕二楼。哦，还有特别的地方。因为二楼呢在另外一边，就是电梯出口的地方，它有一个很特别设计的客人用的卫生设备。这玻璃上都是雕花的。你看这个 powder room 多漂亮，同时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出去无敌海景。对啊，我就说这个厕所的海景嗯，好多都比不过。这种设计，这种大胆的玻璃窗的设计，透光采光也很好，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南向南边，对吧？那一天的阳光都不同时的时候你看啊，在我一再强调他当年的时候用多好的材料，因为你现在看着这个玻璃你并不刺眼，而外面太阳非常的大，因为它用了所谓的 UV protection 的 window。 哦，对对，就是我们刚才说了防紫外线的那种。那这在温哥华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，很特别。对对对，因为温哥华的太阳有时是很照人的，让人觉得有点，就是说像我们说的把太阳一遮住就感觉舒服很多。的确，因为温哥华的太阳其实还是很暴晒的。是的，是。好，我现在带你往三楼走。它的三楼呢有四个卧房，全部都是套房。这就是屋主居住的地方。屋主居住的地方，由于呢这是一个很有气派的房子，所以的话呢，你看三楼虽然走进所有的卧房的地方，它还是有一个小客厅，因为呢不是每一个人想天天都在他的房间里面看电视啊、休息啊或怎么样，所以呢它又有另外一个小客厅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大小很舒服啊，像说它每一层都可以独立的存在的那种感觉。独立存在，对。于是呢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有他自己的隐私。哎，你看它圆形的设计。对啊，我们刚才在进门的时候说嘛，就是说这个欧洲式的风格，现在明显可以看出好精细的这种雕刻。包括这个穹顶下面呢也都是。楼上总共有四个卧房，一个卧房，然后这是它第二个卧房。你看看它的地毯的香工，对啊对啊，多少的这个人工会要摄入。
看了每一层都有这种很精美的地毯。嗯，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套房，里面有自己的卫生设备。由于呢，屋主在盖房子的时候，他还是孩子还是小，所以他盖了一个书桌。我现在来带你看到另外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呢非常有气派，是屋主盖给他妈妈的房间。长辈的屋子。你看这个房间，屋子的尺寸非常的好，什么样的这个尺寸的床呢，你都可以放进来，又有书桌，因为他妈妈也非常喜欢的看书。这也正对那个 Stanley Park。哎，正对 Stanley Park。哎，有那个孩子的屋子，有长辈的屋子，有孩子的屋子，有长辈的屋子。那现在我带你来看最壮观的主人房。这两个房子都那么用心，自己的屋子是什么样子？好，你来看，哒哒，哇！哎，可是我要特别，我是感叹的有点声音太大了。OK， 我要特别的介绍给你。虽然看到两张床在这个地方，可是呢，这真正呢其实是一个小客厅。现任的屋主他有孙子，特别喜欢孙子跟他住的接近，所以呢他就把最两小的两个孙子的床放在这个地方。难怪是两个单人床。于是呢姥姥 grandma 呢睡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互相都可以看到对方，都开心得不得了。这屋子好漂亮，这里的地毯又是这是真正的主人房的睡房。天哪，这你再看，无敌海景。对啊，这像你刚才说的，这就是入海口。这是入海口，所以带来了无穷的财运。同时的时候呢，主人房里面还有一个书房，因为呢，那主人呢晚上想要工作一下子的时候呢，他可以在这边工作，不需要跑到楼下去了。嗯，这很好。有时候其实像有这种房子的人，不是说单纯的会享受，其实他工作比常人要更加的刻苦，的的确确，要不然他怎么能够负担这种样的房子？同时的时候呢，这个书房的里面呢，还有一个小厕所，那他想洗洗脸呐，上个厕所都没有问题。所以刚才那个厕所呢，是专门给书房用的。然后这边呢，让我秀给你看真正主人房的厕所。你看，它所有都是电脑控制的，开灯的地方多大？它有8个 jet 的 shower， 你看到了吗？我在这里洗，特别的按摩浴缸。对，在这里洗澡都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。啊、的确，真很大的按摩浴缸，是25年前的手柄，也都是水晶灯，像你刚才说了，有证书的这种。嗯，围着，真的哎，还是，它里面所有的这些配件呢，都是25年前的，它的 quality 还是一样的好。对。同时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style 也一点都没有变掉。现在还是很多新的房子会用这种样子的。是的，放到现在都是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设计。那男主人的更衣室、女主人的更衣室超大。哦，还有像你说这种大理石的台面，哦，这个景色就是最漂亮的，无敌海景。待会我们可以在室外看一下，一定要出去感受一下。我出来之后就感觉到这个很明显，这个阳光很刺眼。你看，其实阳光很大，可是你在里面一点都不感觉。是的，是的，因为它有 UV protection 的 window。这个四周呢都是豪宅，附近的房子呢，最近2-3栋成交，都成交是1400万左右。我可以感叹一句，物有所值。物有所值，我很高兴听到这个。哎，这个不单防紫外线，看不到里面镜子，这个隐私保护很好。隐私保护非常的好。这个房子呢，四周呢也有非常高设计的警铃设备，非常的安全。安保，安保，对的，安保。虽然上次我们开玩笑说，这边就是说事情，就是说危险的事情很少发生，但是还是大家还是会心里很担心这个事情。我人生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对，所以还是该要保护自己的地方呢，小心一点比较好。你看，多有气派的一栋房子。对啊，是真的十分开心，每一次能和您参观到这么漂亮的屋子。
我以为参观了前两次，我就已经觉得哦，原来这就是温哥华最美的房。现在发现还有更美的。你记得我永远给你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哦，谢谢谢谢，真的太开心了。